啊，讲多个国际嘅话题啦，唔系好多人讲，我发觉唔系好多人讲，但系其实影响深远。咁啊，七名美国国会议员本月三日系咪联署致函美国总统拜登，促美国行政机关制裁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及检控人员，应该系成个礼拜嘅事嚟嘅。但是呢，突然间我是昨天看到司法机构江乐士、出来屌，咁呢就好多报纸呢突然间就讲呢样嘢。咁其实我是冇讲过啊，应该是咪是咪已经讲过晒啊，个人都讲过晒啊，我觉得值得留意啊，值得留意啊。即是呢有特别嘅意思啊，是咪咁啊，七名美国国会议员就冇乜影响力嘅啫。意思喺边度呢？因为美国嗰啲国会分参仲有参议院系影响力大啲，但系七个人就算参议院都系少，好少嘅啫。佢只系七个普通议员，咁可能都系我哋啲咩香港 watch 啊，或者系罗冠聪啊嗰啲游说嘅结果，即系话咧，制裁佢咁样，咁佢哋正式即系整封信咁做个行动咁啦。咁啊呢啲嘢日日都有啦，无数啦。但系咧，我哋又要留意啊，呢个议题琴日。因为呢两日又拉咗阿陈日军，系咪？琴日仲讲啦，陈日军又冚世界指控啦，系突然间又拎翻出嚟讲。咁你仲有一样就系个司法机构个反应系过度，好紧张。系飞鸽回复咧，任何司法人员施以不当压力嘅建议咧，包括制裁等。都是香港司法独立、司法制度、法官、司法人员做公然的侵犯，绝对不能接受。我不是很肯定是不是第一次有政客好、议员好、流氓分子好，流氓分子是应该有的了，有试过的了，是正式有。因为美国呢，他是国会议员，他有这个权的。那你有了条法例，那他要求你根据个法律责任制裁啊！嗱，个前提系国安法法官、检控人员，即系律政署负责检控嗰啲人，佢系咪 fit 落去呢一个国安法咧？大家如果听我讲，国安法我好熟噶嘛，唔系，嗰个制裁啊，即系美国民主人权法，我系好熟噶嘛，一直跟开噶嘛，2018年我已经跟开佢开始写嘅，已经跟，即系啲内文我睇过晒噶嘛，我一直都讲一个。重要的观点给大家听的，它里面的字眼是没有指定是什么官员的，可以是官员，甚至可能你帮他出了声的普通人都可以的。他用 officer 这个字，他并不是说 officer 很歪的字眼，是任何人和 any person。 所以呢，第一他用 officer 和 any person 呢，变成所有人都可能是被他制裁的，只要你是有足够影响，即是比如楼市街那些顾问你用一把嘢，咁如果影响严重嘅，咁可以。我理解呢啲就一定系弱啲嘅，系通差啊，通差唔系，通差系行政会有实权，系行政会危险啲嘅，立法会系弱啲嘅，你系人民选噶嘛，咁而家又唔捻系啦嘛，唔系噶啦嘛，我不嬲认为80个、90个全部制裁晒啱，哦，咁咧，因为唔系个 fit 落个法律定义嗰度。既然你飞落去美国攞个法律定义咧，咁系有权讨论啦。我讨论啫，有权讨论佢会唔会被制裁咧？咁样当然啦，我嘅心里边系热切盼望佢被制裁啦。系尤其是啲国安法法官咧，但我就唔觉得会嘅，即系一直都觉得系讲下啦，系咪？冇人讲咪我讲下咯。咁但系我睇过个咁，因为呢啲我唔知点啦，个直觉就系、是、即系。叫做敏感啦，一間制裁你啲美國法官又唔攞去得咩咩，咁諸如此類啊，係咪咧？咁啊，呢個制裁戰啦，打咁其實而家你喺蘇花美國做，尤其是呢個死人老拜上場，好似都冇制裁過啊，即係就有七個小矮人就係嘛，即係七個副主任啊，中聯辦副主任類似啊，即係佢好似唔係好以前都係阿蒼流浪，咁但係而家講其實意義係咪唔大咧？初步嚟讲，我只系话意义不大嘅，即系七个众议员啊，仲有两年任期嘅就系你知众议员，咁佢一定要任期内
要盡量就嚟年尾要選啊嘛，咁佢要盡量係做啲事嚇、啊，刺激下個選民啊，即係話自己做緊嘢啊嘛，所以佢哋會提一啲咁嘅比較。我都提咗個法案，早幾日話將俄羅斯啲資產3000隻全部充公，然後就交俾呢個烏克蘭政府，類似咁啊嘛嚇，類似咁提呢啲咁嘅，咁啊好誇張嘅嘢都會提嘅。咁呢樣嘢係咪誇張？又唔係喎。你是忽略了的喎，咁我哋不嬲話，喂，法官司法制度喺香港即係重要啊，你都冇理由即作尋就算啦，係咪先？即係相對都仲可以保護下啲人嘅權人權啦、啊，法官做嘅。咁嗱，我哋又問翻自己啦，保唔保障到一般人嘅人權咧？大家睇咗咁多新聞啦，聽咗咁多評論啦，係啊，大家自己質詢咯，係咪先？你可以聽我聽藍絲講，啊，睇緊死啊，拉佢啊，告鳩佢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拍到樣咁。你都可以睇呢啲啊，鋪民主派嗰啲啊冤枉啊，咁樣又咩啊啊冇派啊咁樣，啊的士撞人啊冇事啊，啊打實個的士佬啊反為坐監啊咁，哦咁你自己質詢啦呢啲。但係我啊整體嚟講，你係咪覺得唔係好信啊？呢家嗰啲官都已經好跟呢個政府意思啊，有啲咁嘅感覺啊。我唔講呢啲感覺嘅嘢，我講法律，我講法律，大家睇早。两个礼拜邓炳强回复质询定乜鬼嘢讲咗个检控成功率系40%嘅啫，而家法院咁40%所有案，即系有关反咩嘅，中宗唔中宗嘅，唔系国安嘅。好啦，仲有根据讲法拉咗180几个人，而家告嘅就只系8个啫，告得入系咪8个？類似咧，100多人拉咗，嗰度拉咗成10,000人，就告到40%，告係兩成啫，但係告入咧，告入嚟講40%咧，我話咧喺國際標準係非常之低，非常之低咪好咯？唔係，係好撚弊，因為咧根據國際檢控官守則咧，其實你係要足夠證據，你先好提上法庭，咁然後完成呢個程序，所以咧。高是代表你那个检控前的工作是稳阵，证据是稳阵，即是说宁中无往才是法治，而家香港就宁往无中，所以呢你是这样劈上去呢，那纵然他那个物食降三番，纵然他那个告得入的比例低呢，你都是检控的总数成功的数字多嘛，阻吓作用更加大啦，乜大啦，法治不是拿来阻吓人的嘛，拿来维持公正噶嘛，所以如果你啲法官又肯咧，咁就已经系问题啦。咁其他嗰啲仲话啊暴动啊嗰啲啊，但你讲国安法呢个咧，你系告唔到，暂时嚟讲告唔到，最终会逼嗰啲法官告入，你睇住都得噶啦，因为佢嘅证据唔清楚啊嘛，清楚啊拎咗俾你睇啦，欧嘉伦系嘛拉完，你见啦柴玉君拉完，有咩证据啊？冇噶，怀疑你噶，咁你612咋，咁啊拉咗先讲。拉咗都还好啊，骚扰咗你几个钟头，限制咗你出入境自由啫喎。第日告入咗咁点啊？你国际上点挂上个面啊？即系对于你香港嘅司法制度，仲点样认同你咩司法独立啊？会保护七人权啊？人哋唔会认同呢样嘢，唔会认同噶咯啊？你知啊？陈日君呢两日，其实你喺香港啲媒体已经系就住啊，而家啲国际媒体系拆天噶啦，已经系咪拆天噶咯？人哋紧急辩论喎，下议院。你話英國啫，咁英國唔係西方重要國家，你都戇鳩嘅。美國、英國仲未有呢、這個有 Medicare， 但係未有制裁制度啊嘛。你估英國會唔會突然間話制裁啊，或者叫俾壓力嗰批終審法官嗰9个走咯？做咩啫？嗱，呢啲重要嘅發展嚟嘅，啱啱咧，而家就係咧，林鄭同。李家超交接期间冇人管，系同埋李家超上场嗱，而家西方个调咧，舆论个调咧，就认为咧系会差落去嘅，即系个人权状况会再差落去。咁啊，我啊啱啱相反，我啊觉得条最差都过，最差到咗啦。而家你好似喺最差嗰度再努力，都好似唔系好能够行前多几多啦。咁问题就系西方开始就反击咯。嗱，呢啲就係反擊嘅跡象。如果你識睇政治，咁當然啦，有啲人係唔肯識嘅政治就啲張舉能識條寸嘛，係
仲有咧，香港就整個光樂寺出嚟啦，光樂寺出嚟就話誒、哎，大概咧就會將佢個信咧掉咗落自治攞算噶啦，咁樣。唉，你點解唔諗啊？一般政客未啊 ，Where 可能美國國務院有啲計劃，不過線咗出去啲政客提早出聲啦，係咪？啱啱先改咗，琴日個介紹啦，台灣個承認台灣係。啊！唔承認佢係中國一部分都已經做出啦，有咩做唔出啫？喐你嗰香港幾個小法官點做？點會做唔出啫？好大件事嗱，香港啲法官就係個為奴取暖，以為自己哇好撚崇公，仲以為自己好崇公。你行出去街市問下啲阿叔阿伯，對於香港呢番個個鬧契弟先算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唔係淨係我哋啲男嘅阿伯鬧喎，你黃唔係我啲黃嘅阿伯鬧，男嗰啲早鬧啦，又話叉婆又成啦。最核突嗰啲佢哋行先嘅，我哋啲文化好啲咯，已經問題你嘅形象已經係好差啦。但係你又喺香港裏邊，你好撚惡啊嘛，係咪？又吹你唔漲啊嘛，係嘛？咁問題就係咁，依家人哋啊鬧人哋話人哋你都好差，你先話就人哋梗係知啦，人哋嘅藉類，人哋不斷努力啊嘛，係咁你而家有呢啲咁嘅事，會唔會係一個跡象？佢開始準備緊。踩呢、這個條線咧，呢條線係未踩到嘅，就係、是、制裁啲國安法法官。嗱，我話你聽，我留意一樣嘢嘅啫，47人案究竟點樣？而家仲係死咬住人質事件。47人案衍生出嚟嘅係啊立場新聞嗰件案，又拉到十幾廿人，然後而家612又拉多幾個，612拉曬呢幾個拱子包埋啦，書記。呢啲咁嘅情況，成個咁嘅印象，你仲係咪嗱？書記呢單嘢佢係叻噶啦，佢唔拎去。立場嗰個都冇拎到去，係冇拎到去。問題即係立場同蘋果嗰批啊，嗰批人咧，係你又係冇證據，立場已經大半年啦。未有證據拎出嚟，就周圍去問人，包括揾阿鍾建華啦，就想搲一啲料，有啲咩同外國勾結嘅證據，係咁啊，多少總有嘅，係先？但係問題到時可能法庭度，我哋唔公開嗱，我估個最壞情況係咁嘅嗱，國安47人案可能到時我哋嘅審訊唔公開咧，就啲法官叫做有啲跡象咁啦，然後就俾壓力啲法官。咁咪有罪咯，系咪？我覺得個計劃就係咁啦，有幾多證據就揾幾多，可以公開得嘅就叫啲藍媒啊，即係叫阿盧永雄咧，巴士的報嗰啲咁樣含沙射影咁，即係出去透露出去啊，放消息出去，然後夾硬個個都要屈佢坐幾年咁啦，走乜㗎啦？係咁問題，你咁樣搞法？咁啊，吹我唔涨嘅系咪先？啲官又咁，你有份噶，你做官你有份嘅，你检察嗰啲人有份嘅，检察官国际检察官守则，检察官其实唔系第一度，唔系第一步去巴住嗰、那个，唔即系法官唔系第一个防线嚟，检察官先系第一个防线。你要肯定政府要求你去做检控，你作为一个专业检控官，有国际嘅标准，那个守则系有国际守则噶，你知唔知？大家可能唔知道。国际标准嘅，所以都我哋嘅基本法系话个检控权要交俾专业嘅 A.G. 咁，但系冇咗啦，依家系肥华啦，系咪先？肥华要交俾嗰个刑事检控专员，咁呢个人只要嗰个人唔把关咧，啊告啦告啦告啦，乜柒都告啦。咁你话唔系嘅，咁唔系你今日睇到个入罪率系低咯，入罪率系低，你都系咁告滥告呢叫做，系入罪率低就即系证明啲证据唔妥啦，嗰啲官位都。判唔落啦，唯有就唔判，即系唔肯啦。但系如果你再俾压，你啲官可能就眯埋眼系咁判噶咯。咁样讲咪完了咯。咁你反正将来都系咁，而家你嘅迹象越嚟越多系咁，证据越嚟越多系咁，越嚟越滥用呢个司法程序。你啲官唔肯把关，你仲点好意思出嚟话自己有司法独立？你啲官啊，张举能你听捻住啊！仲有你个大律师公会戆鸠鸠，而家换咗主席啊嘛，企咗喺政府嗰边，我都话啦，呢啲即系一条裤。赖屎啊，两边嘅咧，法官同大律师一捻样啊，但系一样衰嘅，冇得救噶啦，冇得救噶啦，啊，即系呢啲嘢共业嚟嘅，
啊，我唔会觉得遗憾嘅。啊，我哋系学者嚟啫嘛，我冇话喂冇咗个司法独立啊，惨啦咁样，系惨啊。但系你睇人类历史系由冇到有，又有到冇，又冇到都有翻有。我哋努力令到佢复生就得啦。反为我哋责任，唔好同佢掩饰，唔好同佢美化，唔好同佢呃，唔好帮手去呃啲香港人。我哋仲有法治，有险可守，系咪？唔好让我桥啲戆鸠仔讲埋啲咁嘢。你要提醒大家，我哋系危险嘅。唔使你提啦，依家一般人已经好清楚啦。啊，我哋绝对要施加压力，继续抗争，屌柒啲官，系咪？屌柒佢，俾啲压力佢，唔可以咁噶。我哋讲道理，屌佢。是不是讲道理就可以了，纵然你不是讲法律，但是你有常理的嘛，有 common sense 的嘛。法官判案其实要根据 common sense， 而不是自己坐埋围炉取暖，然后呢互相支持，哎，我们这么尊贵，我们什么呢，我们有我们一套，想埋啲咁嘢，以为自己过关好啦，哎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冚家产，美国欧盟说你们这班官以后不要入境，不要来我们的，我跟你划清界线。跟住得到西方所有个法官法律界认同嘅时候，你就知道自己原来系一撇屎，唔系咩尊贵法官，等于差人啫嘛。聪明嘅差人知道自己衰嘅，快啲揾够钱退休，系咪？知嘅噃，蠢嗰啲咪咯。哎，日日我自己围大家，哎，我哋几叻啊，又有人工加，我哋呢个行业巴捻闭，可能幼稚啦，系先？嗱，你听多啲听我啲老人家讲嘢。知啦，做人唔可以咁嘅，系好捻蠢嘅，明唔明啊？哇，今日咁讲开又闹咗人一轮。好多谢大家啦，41分啊，唔停咪几好啊，系咪先？